记得在前不久啊，我发布过一个 definition，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其实很多词啊，要打引号的，只不过呢，讲话中间你们看不见这个引号。我说过什么呢？如果你今天玩照相，你说我这一家一档啊，就在这一个包里面，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一个相机，那我说你充钱量，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如果你说我家里一大堆东西呢，我出去还挑几个镜头装到包里才出去的，那么你大概可以算摄影师了。如果你说你家里面还有一大堆灯具啊什么东西的，在家里都能拍，那你是摄影家。你看我们这就是摄影家协会啊，就是我们这样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摄影啊，有一点常常有一句话老调重弹，就是多用三脚架，少用闪光灯。它指的 少用闪光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说的是随机闪。他认为这个随机闪如果很平面的打过去啊，这个是最忌讳的，因为这时候拍出来，虽然它有它的优点，很容易拍出来比较马马虎虎的效果，可是它的光呢是过于平面。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膜布的事再讲一下啊。这是我们的 background。你说我们今天讲，我善于把最最复杂的事情最最简化的讲出来。虽然我不是开这个影楼，对影楼这个方面而且很不熟悉，但是我比较擅长把我已经掌握的东西很快使大家也了解和理解啊。那么说到影楼，一般来说不外乎三样东西，当然你要有相机啦，你要有背景啦，你要有灯光啦。如果你再讲究点，还要像我们要有个 monitor 啦，你叫人家在后面这样看一下那是不够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这个背景呢是电动的，如果你们搞不清楚呢，请你看这后面都有字。我们现在有四根轴，实际上它本来有六根轴的。那么我们现在今天用的这个是 brown 的话呢，就是油画布的意思、啊、油画布的颜色。你看这么一走它就下来了，这么一停呢就上去了。如果你方向不对的话，你不要老开着不动啊，你要把它方向搞对。一般这种布啊，它都是可以放得非常的长的，拖在地上很长。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拍的时候啊，需要拍成这个全身的。如果是全身的话，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一直拖到前面，你人站在上面，这样拍过去呢，地平线那条线是没有的，否则你拍这个墙角有条线。这不光是拍人，如果我们今天是拍一个静物，比如说一个大的产品，一个大的藤椅，你要拍的话，你要把白布放下来，也是用各种灯光打好，然后你再来拍。这样的话你不希望看到这条线，为什么呢？等你全部做好的时候，你摆在 catalog 上的话，你应该是看不到任何线，你可以把背景全部拿掉，不应该有条线你才去 Photoshop 修半天的。那么这块布呢，实际上也很有讲究，因为这块布我们最忌的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布啊，你有很多褶皱的印子，这个褶皱的印子你等下 Photoshop 你要修很久。那么最好呢，这个布就本身就比较皱，如果你自己要做的话呢，这个布呢你可以是把它塞得很紧，塞这个包里面，每次拿出来它就是皱皱的。这是人家教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啊，你们大家记住，如果你们记不住的话，有些事你可以做笔记啊。我们等一下呢就把这个布再扒开来，如果我们拍全身的话，但拍全身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说你人在上面走的话，这个布很快就脏，这种布是不适合于洗的，也不适合于烫的，因为你一洗的话，你发现它褪颜色褪得不得了，等它下来颜色什么都不对了，可能出来就变成大花脸，不均匀了。它不晓得用一种什么方法来把它染上去的啊。我们现在再来讲这个灯光。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随机闪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啊。这个就是随机闪，过爆。现在就是说过爆的话呢，我们当然可以把它调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我在开头讲的时候，我们不要求把每张片子都把它调得很好，拍得非常正确的状态下啊。这张显然是过曝啊，过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的，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但是我们
要把机器的这个闪光灯啊把它拿掉，那么就叫离机闪。离机闪是我们提倡的。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离机闪怎么回事。我这里放了一个，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灯。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灯的情况啊。这样情况是不是刚比刚刚就好一点？为什么我有那么大一个反光伞在拍？那么这只是一个灯，当然你作为一个摄影棚来说，你可以放好几个灯。那么好几个灯你怎么放法呢？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放的就是像我现在讲的，就是普通的照相机闪光灯，你去把它摆在那个支架上面。你摆在那个支架上面以后呢，再用个反光伞，再用个或者像上面那个白的伞都可以，一个是摆正面，一个是摆的反面。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它这个离开一段距离，然后光线也变成完全两回事了，光线就比较均匀了，就比较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我现在跟你们一样一样解释这里面的东西啊。首先看这个闪光灯，这个闪光灯是现在被人家彻底淘汰的，以前用胶卷照相机时用的，所以这种闪光灯现在要买一个的话5块钱。如果说今天你要买一个离机闪几套的东西，现在 Canon 有一套的，它是600，两个闪光灯，两个闪，两个架子，什么东西都给你配好了，这一套是卖1114块，你要花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如果说今天我用这个东西来给你闪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东西5块钱，这5块钱非常的好买到。怎么买到呢？你们到这个 Camera Show， Camera Show 的地方呢，它有一大堆都是5块钱，你自己去试，有些电池都在里面的，你把它开亮了以后，你看到这个灯亮了，你亲一下它会亮的，大概就可以了。像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尽量买就是大一点的，对吧？比如说像这种4个电池来装在电池夹上的，你就尽量买大一点的，总是好一点。那么这个 Camera Show 怎么回事？好，我等一下这里有印好的单子。 Camera Show 呢，它是一个月有一次，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帕萨迪纳。帕萨迪纳地址多少呢？400号 West Colorado Boulevard。 如果你们说这些东西记不住，等一下这个单子上面你们可以照张相，或者呢有些人照相不想照呢，我这个印了有10张，你们就拿一张回去啊。它比如说这个礼拜天在哪里呢？后天在哪里？他在 West Covina， 他有3-4个地方跑来跑去的在办的，进去2块钱门票，反复进出，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卖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不被人所注意的。这个东西我告诉你5块钱，你如果买了2-3个，你再用2-3个架子，那你会拍出很好的效果。这个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优点呢？这个东西的优点就是说它是可以用那个进来进来啊，后面不要站着，后面进来，男模特来了。因为这个的优点呢，它第一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你用了好几个以后呢，它都能把它吹个亮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引闪，我说过了，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引闪的话，我们有好几种方式。现在我最提倡的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引闪它。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引闪器啊，叫永诺，大陆造的，它不是仿造什么，它自己发明的。那么永诺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在好几年前我们这个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米肖啊和那个托尼毛啊，他们曾经买过一大批，在我们里面大家一起分的买。那么在之前呢，我们还有过很多镜框，我们分得买，所以呢，我们得到了这些好处了，所以现在有好的东西呢，哪里有卖便宜的，我也要学他们一样和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会告诉你们这个闪光灯在哪里去买啊。这个东西如果说也在这个 Camera Show 卖，有没有卖的？有，2个一包，这2个呢卖20块钱，然后2个中间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不光是做这个用途，还可以做个什么用途？给你看一下啊。
这个快线的地方不插，就插这个东西。你看啊，它是两用的。刚刚你们看过了啊，可以，我可以吹个这个闪光灯，然后它带了一根线，这根线呢一头插在这里，另外一头呢插在这个照相机上面，然后我这个第一道按下去的时候，你看两个灯就亮，它表示呼应，然后我站在很远的地方，你看就拍了，是吧？这个东西有这么一个好处，两个用途，一个是你的 remote control， 而且这个 remote control 到底可以 control 到多远呢？我跟你说，他说有好几百尺，但是我不愿意说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它跟这个地方的开阔程度啊，跟这个地方中间有没有障碍，跟你的电池新旧啊，什么都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呢，我试过，我曾经在我的那个贴纸上，我有一个贴纸叫这个打鸟日记，那个上面我拍的那些窝里面的小鸟，完全就是用这个东西拍的，在很远的地方，那个鸟还很惊奇。当那个鸟发现怎么有咔嚓咔嚓声音的时候，那鸟还回头，很好奇，啊，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讲那个鸟啊，甚至还飞到我那个三脚架和机器上面去停留的，可是我手头没有第二个相机，没把它拍下来。它太好奇了，怎么家门口多了一样东西？这也是这个东西的用途，请大家记住，这个用，你们不要以为大陆生产的东西都是质量非常次的，的确它是造了很多粗制滥造的东西，但是大陆真正的品牌还是可以的。比如说照相里面有两个品牌，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永诺，这个永诺在美国的店里面都卖的，你在 B&H 啊什么你上去找全部都有卖的。最重要的一点请大家记住，如果你是用尼康，请你千万买尼康， Canon 买 Canon， 中间不能互换的。如果你 Sony， 你就要跟他说你是买 Sony 的，这东西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品牌呢？就是三脚架，三脚架一个百洛，这是广州出的啊。这两样不是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小的一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呢有个致命的缺点，尤其是在婚礼的时候你千万别拿去试用，因为你架上去你还没等你亮了，别人的什么傻瓜机一亮就把你这个都吹掉，所以那个东西我今天有带了，不要到现在哪里去了。那个东西大家可能很熟悉，有个很小的一个 module插在这个闪光灯底下，你有任何一个闪光灯一亮，它其他再亮的灯不可以 trigger 它，只有闪光灯的灯它认识，它会把它 trigger 出来。你讲的是佳能的，尼康的不会这样，尼康有不同的 channel 可以设，一般是我说的光电的，对，光电的那个，光电的什么意思呢？你每一个闪光灯啊，它都有一个 button， 就是一庆这个闪光灯就把所有的电都庆掉了。那么这像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闪光灯啊。如果说这个红灯亮的时候它就 ready， 你一进这个红灯它就会亮。如果你装了那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跟你调节这里面的亮度，因为好的闪光灯呢它可以分等次的出来，它可以一比一，我就是往上去出来，然后呢它可以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三十二，最低的分到64，它就是靠它里面分的。如果你装了那个光电的 trigger 它的话呢，它一次就给你全部闪光了。它最中间有一个这个东西，它最任何一个闪光灯，它最中间的一点和这一点，只要你把它一短路，它就全部闪掉了。每一个闪光灯都有做了这个功能，所以那个光电闪光灯呢，它就是印证了这一项的功能。那么现在这就是第二种引闪的方法。那么第三种引闪的方法呢，是直接用电线。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这个灯啊，现在我开把你的灯就先闪掉了，用高会长的话说就是我买的鞭炮给人家放掉了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线来 trigger 它。这根电线呢，你一头插在这里，一头插在那个闪光灯上就可以了，就它就可以，你在这里一按，别人肯定干扰不到你。一个方法就是我说的那个永诺的那个东西可以，然后你用光电的不可以，光电只能你自己用，因为光电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trigger 它，好吧？请大家记住了这几点，这个东西我想一讲就通了，大概用不着怎么样演示啊。
你看我在这里开我这个闪光灯，你看到那个灯亮了，对不对？我每缺个我这里一次的话，它那里也会亮，为什么呢？这就是叫光电。这种光电呢，在你的摄影棚里面没有问题，你一个人拍的话没有问题。如果你今天出去拍结婚照，你说我也是这么样，有问题。你还没拍了，别人一亮，人家哪怕是个傻瓜照相机的闪光灯一亮，你不信你在下面试它也会亮。它任何闪光灯的这种瞬间的冲击性的这种光就会把它吹个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这就是我讲的第三种。第四种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是闪光灯内部啊，它有一个叫 master， 另外一个叫 slave。 那么 master 呢，它要亮的话，它就通知 slave 那个你也亮，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当然闪光灯还有很多种，我们现在讲的，如果你要拿出去的话，那么你用电池的是你的首选。如果你要是非常专业的话，那么你应该是带那种比较大的闪光灯，然后下面再有胶直流供电，就是电池再来供电的，那个功率就比较强啊。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几种都讲过了。我现在要再来讲的，刚刚我们讲的全部都是小的闪光灯，就是随机闪或者离机闪啊。那么你真的现在我们要外面要拍的话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带的这个是交流的闪光灯。这个交流的闪光灯呢，它是怎么样呢？它可以是这个好的，它里面有个开关，你可以调50、60啊，什么都可以调。如果比较简单的，它就是一种，一闪每次全部闪光了，所以你控制的话比较困难，你需要摆到 menu 上，因为你的自动的话控制不了它那么多。那么你摆到 menu 上来怎么拍呢？那么你就要把你的 ISO 啊、光圈啊、速度，你是不可以把它调得非常低的。凡是用闪光灯，请大家记住，要就是60分之1秒，要就是300分之1秒，一般都在这个范围内。如果你把你的机器，你说哎呀，曝光过度，我把这个调成3000分之1秒，小心，这时候你拍出来可能一片黑的，因为你这个同步里面有问题。闪光灯它闪的时间虽然非常的短，可是它很可能落在你这个快门还没打开的时候，或者是你快门已经关上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你就靠调光圈。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种灯怎么用法。如果我们用了一个这个闪光灯，我用它来光电驱动它的话啊，你看吧，两个灯实际上它都亮过，现在你会发现它照出来的效果应该是比刚刚的那些效果要好得多，对不对？因为它现在有两个灯都在亮。那么实际上布光，你怎么样来布你这个 studio 的光，这是个非常大的 topic， 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这一个小时里面把它 cover 掉多少，我们只能讲最简单的。像我们这个摄影棚的老前辈高会长都在这里，他就晓得，哎，这个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是我们可以走个捷径，我们怎么走个捷径呢？最普通的人家会是用成什么样的情况？最普通的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家喜欢怎么样用呢？三个灯呢，就是左右一边一个，然后呢上面一个叫 boom， 打个轮廓光。所以很多一套一套卖的东西，他就卖给你就三个灯，因为这是最普通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拍成比较好的效果。那么我可以这时候呢，在讲到这些灯的时候，我再给你介绍有一种灯，这是刚刚我介绍的那个闪光灯，我是很
建议你们可以去买的，只有5块钱。现在这个灯啊，这是个盒子啊，这个灯呢现在在 Harborfly 2也是卖得很便宜，本来正常是8.99元，现在卖6.99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我给你们看，我以前呢自己做了很多灯，我要是看到那个灯的话，我不会做这个灯，我自己花那么多功夫做这个干什么？我就买它现成的。那么这个灯呢，也是自己做的，废物利用啊。那么像这一类的灯呢，它主要要用一个灯泡，这个灯泡自己不能做，你要想办法买。这个灯泡呢不是一般的灯泡，这个是最最大的一个。这个灯呢有120瓦，这120瓦呢就是专门摄影用的灯。这种灯呢它都是120伏的，就是最普通的。那么这种灯呢它有这个主要是 CRI 特别高，最主要呢它有个 magic 的功能。什么功能呢？它出来的这个 color tone 啊，有些 skin tone 啊，非常的漂亮。等一下我们拍呢，尤其像我们这种很多人需要拍模特的话，一定要开这种灯，免得这个闪光灯到底闪给谁好，谁接的上面好，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灯头啊，在美国有3个 size， 这个叫 medium， 就是最普通的。那么我们看到有一种蜡烛灯，蜡烛灯那个屁股很小啊，这是美国的一个 size。那么这个120瓦是不是到头了呢？没到头，最大的这个东西有240瓦。如果240瓦的话，它已经不是叫 medium size 的了。240瓦的话，这个头叫 mug， 就是最大的一个头，那么不是很实用，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你们看清楚，这120啊，常见的我们有4种规格。像这个看上去也蛮大的，这个是85瓦，这个是很新的一个产品，这是个很好的很好用的这个东西。你们看这个是50瓦，50瓦也是常见的。我建议你们要买的话呢，这个东西是不能省的，有时候你在网上去摄取一下，他有时候会说一个 package 6个一起卖，他会卖的比较便宜。你一个个的买的话，它每一个会超过10几块的。是吧？那么这个呢是最小的，外面能看到的，外面最小的是多大呢？40瓦，就这么大。你看上去很像家庭用的那个节能灯，请注意这不是节能灯，这个是专门摄影用的灯。这个摄影的灯它就是 CRI 特别高，它寿命也特别长，所以它卖的也特别的贵。它的 color temperature 是5000多，然后呢它的主要是用这个灯的照射之下，你拍出来的这个 color tone 是蛮有保证的，请大家记住。这个灯有个致命的缺点，很容易打破，一旦打破，请大家千万记住，这个打破里面有汞，有一点毒，千万不要用吸尘器去吸它，吸尘器吸了以后会造成2次污染。这时候怎么办呢？最好把门窗打开啦，小心的把它扫一扫，剪一剪，不要吸尘器吸啊。这就是这个灯的特点。那么说这几种灯英文到底叫什么呀？名字如果不是家庭用的节能灯怎么买呀？这一类的灯全部叫 CFI CFL 不是说错了、C 就是 Compact、F 就是 Fluorescent， 这是 Fluorescent 属于一种日光灯、对吧？ L 就是 Light， 都属于这一个范畴的。但是你们要买的话呢，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网上面，如果是在照相器材店卖的，它不应该卖给你的是像白颜色比较白的节能灯。有一种节能灯外面大部分节能灯是黄色的，因为它是2700K 的 color temperature。 那么这种灯呢，它的 color temperature 呢至少是5000嘛。当然你买得到5000的节能灯，可是5000的节能灯和这个灯两回事，因为它的这个 CRI 达不到那么高。 CRI 就是这个软色指数啊，这个软色指数我以前讲过好多次。另外一样东西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很简单， Home Depot 卖的这么东西2块3毛钱。为什么呢？因为你装了一个灯头，比如说这个灯装了一个灯头以后啊，你可以把这个转上去以后，你就变成2个灯了，你就放2个灯泡了。
这些灯泡大大小小你都可以混合的用，并没有说我今天85瓦，我四个都要85瓦，两个都要85瓦，你大的小的都可以配在一起用，没有问题啊。这是这个灯。那么刚刚还没有讲完的一个事呢，就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买的这个灯，这个灯现在卖6.99元。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上面有开关；第二，它上面有万向球，任何一个方向。比如说你今天拍这个模特，你希望它背后有一个背景光的话，你怎么办呢？它坐在这个椅子后面啊，你就夹住这个灯就可以了，它就照到后面去了。你正面摆个小灯泡，这不是很实用吗？这个东西在哪里买呢？在 Harborfly 2。然后呢，我已经跟大家准备了大量的酷胖。这些酷胖什么意思啊？有些他说有 20% off， 有些呢他说 no purchase necessary。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跑进去你就拿一个这个灯，就门口特宣那里逛一逛就出来了，就送给你了，只要你肯到那里。所以有很多各种各样东西，给个电筒啊，给个灯啊，给个卷尺啊，给个什么的，等一下你们可以拿。这个纸也是等一下可以拿的啊，这个纸就是你们要去的这个所谓的 camera 的 swami， 在这个里面啊。那么这个灯你们想象也知道，我不用演示了，你把个灯泡装上去，这开关一开当当亮了。这个灯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你们可能没有想到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拍个静物，我们现在一个小的东西，我拍个戒指，拍个首饰，拍个什么东西，我们都是摆这个小的个帐篷里面拍，那边光线非常的均匀，可是这个帐篷也是要有灯把它打亮的，那么你就可以在自己家里的个椅子背后面把这个灯夹到后面装上这个灯泡，因为它在任何场合下它都可以夹住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用。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后面一个窗架子，我就把夹到窗架子上面也可以，都是可以的。当然我要有个脚架，夹到脚架上也是可以的，好吧？这个灯我比较推荐，等你们结束的时候有兴趣的人上来自己拿些酷胖。现在已经大量流行这个 LED 的灯， LED 的灯现在在摄影棚里面它也做得很大，装在这个架子上面。然后 LED 的灯的优点大家很清楚，第一它用非常的省电，第二它的寿命非常的长，那么重量也非常的轻，然后也没有那种灯泡打破了有毒的现象，所以它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们 care 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 care 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的 color tone 好不好。如果它的 color tone 不好，我们怎么用呢？所以没有办法用，是吧？那么现在大量的出来，有人呢说啊，这个 color tone 啊，还可以，也有90以上。有些人说呢，这个灯是所有的摄影灯中间光色是最差的，所以它一般给你的话呢，它这里还有个这个板啊什么的，它给你调节它的颜色。那么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我们刚刚可以对比啊。看看它的 color tone 好不好？好，我们因为这个灯的光线很有限，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来试啊。好，那边的灯可能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样试试看。好，现在大家来可以评论一下看看，你们觉得这个颜色过得去吗？如果过得去的话它可能有90哦。我们来跟刚刚对比啊，这个是刚刚的闪光灯的，对吧？这个是这个，你们看出来吧？有差别的啊，色温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这个灯呢，明显的就是眼神光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直的这么过去的嘛，啊，这眼神光是次要的，我们主要讲究的是 color， 这个 skin tone， skin tone 是不是非常接近真正的 skin tone， 是吧？这两张的那个白平安都是自动啊，我这全部摆在自动上啊。当然你可以把它调到，比如说你知道它的 color temperature 是5000，你就把它调在5000的地方，5000的地方拍出来肯定是
会稍微更好一点了，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比较把很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所以就这么就带过去了，所以大家会有这么一个印象。这样的灯呢，这个是给人家摆在 video 机器上拍的用的。然后现在有，因为现在我们的照相机的 ISO 非常的高，以后很多人现在拍结婚照啊、敬酒啊什么，他们就用这个灯拍。这样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敬酒，你离他那个拍的这一批人物的距离非常的近，你肯定用的是个广角镜头，所以呢，这么就这么样就拍出来了。那么我现在还有一点可以讲一下，你拍这个人像啊，我现在用的这个镜头是人像王。为什么叫人像王呢？请大家记住一点，如果说你要把一个人像拍得比较不走样的话，你必须是你这个镜头啊一定要是标准镜以后的。什么叫标准镜以后呢？我们说标准是50毫米，你在50毫米以前的，比如说25啊35啊，你有可能边上的会变形，只有大于50才会是比较好。那么我这个呢是85当然就50之后。那么你用了85呢，你就要记住你的机器最好用全幅机，这样的全部都在里面。如果你再用个乘1.6的话，你要拍这么一样，你要退到很后面，因为它拍得太大了。如果你要拍几个人的照片全家福啊什么，你要推到很后面才去拍了。所以呢，你记住要用全幅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今天手头只有一个35毫米的，但是是个定焦镜，很好，那怎么办？我不要它变形，那么你可以摆在乘1.6的机器上拍，或者说我推的比较后面拍，我让这个边上流出来很多，我中间切一下，这样来避免这个人物拍的变形，这是照相机上面的一点。那么我现在还要给你们演示一点的问题，我们现在这样拍，比如像它这么一个 distance 到这个布啊，如果我这个光圈最大可以开到 1.2， 我把开到 1.2 会成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试一下，拍一张试试看啊！没啥，它不闪，它灯光。这张1.2拍出来以后啊，你会发现后面的背景非常的模糊，对吧？这个是我们要的。可是有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鼻子清楚了，耳朵已经不清楚了，因为它这个开的最大。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你要简单点，你不要研究太多的话，你记住任何一个箭头你要用的话，至少往后推2档，好吧？像这个1.2，那我们现在和刚刚那张来对比啊，刚刚那张是4点几，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不主张要用那个，我们不主张要用非常小的光圈。如果你把这个光圈要摆到8，摆到什么？那你拍出来后面的背景啊，可能给你拍得很清楚，后面的皱纹什么都出来了。所以呢，怎么样个数据比较好呢？按照我的经验，大概2.8到4.5之间吧。再开大了就不太好，反正要看你当时的镜头。比如说我这个镜头就是4.5，那么你最好还往后面推一档，推到5.6，这样的话你可能拍出来的比较好。你不要把它开足了，开足了用的是下策，没有办法的办法。上次我们呢卖了过一批东西，帮人家宣传过。这个脚架呢1.99元啊，那个反光伞呢1.99元，还有那根 boom 呢，那根杆子啊7尺长1.99元。另外还有个1.99元的东西，大家搞不清楚的，就这个东西1.99元，高会长也买了一个，不过很多人买了以后发生问题。为什么？闪光灯装进去以后拔不出来了。
我们的副秘书长买的这个用钢锯锯掉了、啊、差点把闪光灯都锯坏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有两个洞，这两个洞啊它本来是平的，那么闪光灯后面那个角啊是有弹簧的，那个弹簧弹进去了以后就出不来了。实际上大可不必弄掉，我也上了这个当，但是没有关系，滴一点油，用个起子把它稍微腾开一点距离，再推一推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拿电钻呢稍微打一打，把它打成斜坡就好了。所以上次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人买了有这样的东西还有这个困扰，我可以帮你们把这个稍微打一打啊，打成斜坡了以后就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什么用呢？第一，这一头装在脚架上，第二，这里插闪，第三，这里插闪光灯，就做这么一个用途，一块九毛九啊，请大家记住。学了吗？好，我们现在来换这个灯头啊。这个灯头呢最普通的有一个的，一个的当然比较便宜，就是这上面用的一个啊。一个的话我说你花两块三毛钱买个分头买成两个，如果你要已经有这样的就是四个头的，那么这个最大的呢有六个头的啊，六个头的现在用的也蛮多的，所以我们现在装个四个头的。还忘了介绍一个东西，上次啊我们居然卖了一块九毛九的这个架子，实际上我不知道你们多买了一些，如果你们多买了一下，像我就买三根。为什么买三根呢？这个东西有很大的用途，比如说我拿一根这个 EMT 管子，这一锯两就变成这么样，这个管子外面两块多钱一根，这你可以一根可以锯成两根。为什么锯成两根呢？你这么样套的你这个两个架子之间，你就可以去买一卷那个纸叫背景纸，这背景纸的标准尺寸53寸，你这个锯下来正好60寸，一根做两个用，然后你这么一架这个背景纸就出来了。如果背景纸呢你搞个白的或者搞个什么，你就可以拍，你在家里就可以拍报名照啊，拍什么照都是可以的，然后它也很长可以套在地上，或者你在家里要更加拍一些这个商品啊，有一些什么竹篮子啦，一个什么家庭用品啦，你就要靠这个东西。你没有一套好的灯光，你没有一套好的背景，你这个不成四丢丢啊。开的方法就是用三套灯，那么我呢三套灯呢，我一般真的要拍的话呢，我喜欢给它稍微有一点不同。怎么样就不同的，比如说我这个灯和那个灯当然是不同了，如果我有一个是用反光闪的，我正面用跟用个白闪的了，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稍微左右有一点不同。当然这种只限于拍人比较少一两个人的情况下，如果你今天拍全家福了，请你把两边灯光都调得差不多一样，好吧。那么你看这个boom呢就是起了一个人头灯，那么我这个boom呢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啊，这样至少它能起个什么作用呢？它会把后面的人会出来一个什么影子啊什么的。那么有时候呢这灯光啊我们不希望它太高，如果太高的话呢这个颧骨下面可能会有阴影啊。那么那边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混合的，就是有大有小，有85瓦，有40瓦，有50瓦，有120瓦，我都混在一个里面在用，都是可以的啊。一般你拍的话，如果你把 ISO 摆得非常低，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灯啊拍出来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那么非常的慢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如果你们知道，我们在50、60年代所有你进入照相馆它拍照都叫坐包机，它那个坐包机呢它是个人披个黑布，就像高会长他们以前拍照都是用这个机器，它在里面包个黑布干什么？它调焦距，它调这个皮老虎的远近，调这个毛玻璃上，调好了以后再把那个胶片摆进去，最后捏个橡皮球，这个橡皮球它捏一下的速度多少了？大概16分之1秒。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拍都不止这个速度，请大家记住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灯拍出来的效果了啊。这就是这个灯拍出来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吧？这就是，请大家记住，我们以后我们这里面我们也是会买一套灯，我们买出来的效果大概也是像这么样，我们也是左右一边一个灯，上面一个boom。那么请大家等一下呢，你们就可以过来
每个人可以自己拍，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这时候再交流，然后你们看清楚了怎么样一个架设方法，大概怎么样回事，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以后你们自己来用的时候呢才知道怎么样用我们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你今天要接到一个活帮人家拍结婚照，你说 studio 也包了，你就带到这里来拍吧。啊，比如说有人过生日啊，或者有什么老年人要拍张老年照啊，什么生日照啊，全家福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拍，拍出来什么效果就这效果，什么都没修过的就这么样。你要再修一修呢，那么当然就更好。这时候请大家记住，你的白平衡一个是摆在自动上，一个呢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灯是5000K，你就把它调到5000K的时候再来拍，对吧？现在差不多就一个小时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如果没有什么疑问呢，剩下来一个终点，大家就上来了。我有个问题，刚才你讲那个 backdrop 啊，你说把它尽量用皱，拍了之后为什么拍了之后就看不出来？因为你最怕的就是你折起来的有那个规则的皱纹，这个你非得用 Photoshop 来修。如果这样弄了之后呢？你这样弄的话，它是不规则的皱纹，全部都是皱纹，所以也不准。像这个东西，全部都是皱纹，本来就皱。你现在明显的看哈，你看到吧？我们不希望拍出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都要修的。那我怎么样看不到呢？我现在用那个方法，就是把光圈开的比较大，我把光圈开大了以后呢，后面的糊掉就看不到了。如果说你光圈拍的不是非常，什么情况下你可能出现皱纹？比如说我今天拍全家福，我有两排人的话，你这个不能把光圈开大，你把光圈开的小的时候，后面那就出来了，那怎么办？另外一个模特做前面烫不平的，我烫过，洗也不行，烫也不行。模特做前面一点，把距离拉。对，这是可以的，把整个灯都往那边，因为你本身拍这个。全家福的话呢，你就已经退到很后面，因为你很广，你已经退到很后面的话，你说你那个膜布又退到很后面，如果膜布一退到后面，膜布一共只有10尺宽，你可能拍出来这个边上的你就跑到外面去了，所以很拍全家福很难。当然80比五十，85，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大家弄这个就是国际大战的这一个一点，对，这个是叫人像，专门拍人像，什么意思呢？他拍出来的人像，你可以在低的光线下拍这些东西，去讲他的成像就是最适合于拍人像。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对焦可能没有那么快用，所以你不能拿出去拍鸟什么动得很快的，头晕的不行。就像这种东西，我刚刚说的做高级，大家都是非常慢的这种情况下来的，这个用就是它不是那一点用啊，我如果这样对比不上，你看51.2比它便宜，这个比较贵一点，50块不在话下了，好吧，你说你十六点包了。